你为何看起来总是这样悲伤？人们说，悲伤总会经历几个阶段。开始我们会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，而后会变得愤怒，因为你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。接着，我们会苦苦哀求上苍，宁愿遭受伤害的那个是自己。最后。 万念俱灰，看来不是最后的终结。复仇才是最终的结果。我知道，这是你想要做的。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哪怕是我的性命。可是我不想看到你伤害自己。你闭嘴！让我生不如死的人是你。我真的让你这么痛苦吗？ 我做了奴隶，我给了你想要的自由。你给我自由了吗？你给了我身份的自由，就毁灭了我选择爱情的自由。你不是要给我自由，而是要让我感激你的恩惠，成为你永远的奴仆。芷儿，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个，我甚至不需要你爱我，我只是想。 保护你，让你能够快乐。秦安博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？你救了我，可是你又毁灭了我。你给了我希望，可是你又亲手毁了他。你口口声声说爱你的母亲。 可是你却在韩非害死你母亲的奴役制度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是该爱你还是恨你，秦安博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是一个可怜的人，我心中的爱无处安放。我想保护我的母亲，可我做不到。我想保护我的父亲，可他不需要我。我以为你是可以接受我爱的人。 我错了，你让我看清了我自己，我的心里没有爱，只有仇恨。你不是我的侄儿了。 你不再是我心里的那个侄儿了。
主王身死，此时诸侯之中，魏王已然一家独大，即免现在终于到了我们两个人博弈的时候了。那个王鼎你不是一直想要吗？那么好吧，现在我就把它给你。周天子夜已昭告天下，要将王鼎赠与魏王。天子下书邀请魏王前往周都参加迎鼎大典。天子赠鼎，这象征着七国之间权力的更迭，荣耀非常。但此行是吉是凶，魏王尚在思索。先别说话，以免乱了大王棋路。九公，周王已经发来邀请，叫本王去周都迎鼎。楚王一死，这大鼎若给了我，就象征着本王是真正意义上的七国霸主。臣等恭贺我王，天子赠鼎，昭告诸侯，此乃无上荣光。那么小公，本王是该去呢还是不该去呢？当然该去，这是天大的好事。现在正值多事之秋，楚王死了，我们看似是没有对手，但此时我们的对手比楚王还要强大，而周王呢，正在拉拢楚国和韩国呢。周楚韩不足为惧，他们迎烛之光，岂足与日月争辉啊？我王雷霆一击，他们必然灰飞烟灭。大战在即，孝公却一再阿谀奉承，叫我放松警惕，是想误国误君不成吗？臣罪该万死。孝公，本王并没有怪罪你。你知道为何本王会自己跟自己下棋吗？这大王决胜千里，胜至绝人，天下已无抗手，只得自己与自己对弈。我之所以要和自己下棋，绝不是因为天下已无抗手，是因为我想像对手一样思考问题。儿臣见过父王。你能不忘记自己的骨肉至亲，我很高兴。怀着慈悲心肠，是雷霆手段，这才是一个贤君明主应该做的事情。大战之前，一个善战的将军懂得调整，会把所有的爱和恨都变成力量。是季将军。臣在。我的孩子，起来吧。
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，不只是报仇雪恨，还是为我大周的荣耀。多少真实与谎言，诡诈与王道，忠诚与背叛，铸成了我们的王朝。你要记住，这是我大周的荣耀，是你的荣耀。今日你我父子在此商讨对策，就是借迎鼎大典之礼，除掉魏王，荡平魏国，永除后患。成之后，你我父子便可一统天下，指点江山。而你不只是我大周的储君，还是我大周中兴的旷世功臣。这棋纵横一十九路，乃是古人从阵法中演化而来的。棋道高手节中藏节，初看时草木重实，立刻风云变色呀。今日叫你等前来，是要吩咐这迎鼎大典的对策。远伯，你对迎鼎大典之事可还有计较？依周朝礼制，诸侯谒见天子，随从仪仗不得超过百人。我姐姐的夫君，他这会儿一定也在算计着咱们魏国这点家当啊。迎鼎之时，他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搬出周都的礼制，让本王只能带百人去觐见天子。哼，管他什么礼制，大王一声令下，我等提兵西进，直逼周都，谅他想拦也拦不住。公子昂，你挑明谋反。嗯，不要忘了我们魏国世代忠良，你想让我背上这千古骂名吗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我大周天子受命于天，若有人敢谋逆，任他累世公卿，还是万代诸侯天子都可一言而废之。到时候父王你一声令下，我力斩魏王于九鼎之前。这依的是周朝礼制，天下人也无话可说。只要魏王敢来迎鼎，他便是我案板上的肉。本王要恭恭敬敬的按照周都礼制，连拜人都不带。大王万万不可呀。嗯，杭将军，请听大王说完。一齐之道，越是明显的地方就越是容易被困住。我可不想学习那会盟的楚王，为了一个霸主的虚名，现在国力大损，被天下人耻笑。至于九鼎，瞧去让于浩途。留有后手，有备无患。父王，您秘密训练的那支精锐部队，大典之上可要派上用场了。养兵千日，唯用此时。迎鼎大典之时，诛杀魏王不得有误。好了，你可以去吹响你的号角了。诺。周都的细作来报说，周王早已秘密训练了一支部队，藏匿在周都猎场。大典之日，这支部队就会助我迎敌。那个时候，他们的目标就只有一个，
就是我项上人头。我已派遣人马去周都千里捕杀，把他这支秘密部队杀得人畜不留。现在就发一道密函给楚国的太子，让他调动兵马，假意造势，就说要挥师讨伐魏国，为他父亲报仇雪恨，这样就可以牵制魏国兵力。韩国的情况怎么样？韩楚已为我所用，父王放心，我这就去。兵法云实则为止，我兵力十多倍于他，我倒要看看这周都的部队是如何以一当十的。报！报！报！说，大王命我等在楚魏交界密切留意楚军动向。果真如大王所言，楚国军队正在四面试探，频繁调动。只不过光打雷不下雨是吗？是。退下。诺。周楚韩结盟，周王一定会密令楚王牵制我魏国的兵力，让我不能全心全意的去迎敌。只不过现在的楚王，过去的楚太子，是一个心性很深、天生的贼种。他之所以与周王结盟，只不过是楚国元气大伤，今非昔比，所以他就不敢真的打。从前以为王禅是个狼子野心，没想到他现在会这么有用。他一个人潜到了楚国，就搅得楚国奴隶四处混乱，让现在的楚王应接不暇。就算是真打，大王，公子昂愿率领部队前往楚魏边境驻守。公子昂忠烈，驻守楚魏边境，令天堑要塞，只许守不许攻，只要能守住15日，大事可成。诺。你们知道本王为营顶大礼做了这么多，是为什么吗？本王是为了去周都。父王还是不肯来，还是太低估了机敏了。若是我所料不错，他们三国兵力加在一起也就20万，但我这次要倾全国之兵，是要毕其功于一役，将他们一次打服，永绝后患。现在这天下的大事都在我这儿呢。你告诉他，
我要禅让王位于太子。禅让之礼和迎鼎之仪合而为一。红儿是他的外甥，这继位之礼他总不能不来吧？谁都知道红儿年纪尚轻，继位之后垂帘后面坐着的总该不会是王后吧？一定是他姬敏。在那道珠帘之后，他便可以成为真正的王。禅让之礼和迎鼎之仪合而为一，就表明寡人已经将全部的所有的权力拱手相让。这么大的利益诱惑，他不能不来吧？父王，父亲，您这样做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姬敏诓入我们的计划。只要他能来，我们就一定会成功。只要他来，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风险。诺，现在我还要给王后演一出戏，这样他们魏国的姐弟俩就不会有任何的怀疑了。人老了，愿意听顺耳的话，以后你的嘴学得甜一点，像这桂圆一样甜，知道吗？嗯。王后，大事不好了。慌什么？说。王上今日在朝堂之上议论魏王迎鼎事宜，回到寝宫心情极度郁闷，刚才口吐鲜血昏厥了过去。你说什么？快看看去。父王，王上，王上，寡人有些不好的预兆。王上，你千万不要吓臣妾呀！你我虽非如胶似漆，但毕竟几十年相濡以沫，您千万不能中道离弃臣妾呀！寡人自知已无牵挂，只是觉得这些年有负于你。王上，只需好好降养，有伤身体的话不要再说了。天青，老奴在。去找书来。诺。见将至，我想早做准备，将王位禅让给太子。王上，臣妾不允许你这么做。天青，念。寡人自承继大统以来，励精图治，夜以继日，鞠躬尽瘁，渐至病体沉疴。虽有图强之心，却无主政之力。都城不可一日无主，国祚不可一日荒废。寡人不忍误国误民矣。自此，本王决意禅让，由太子临朝继位，愿其奋发图强，忠贞勤政，国之幸也。问，太子登基之日就定在魏王迎鼎大典交接之时，
你看是否妥当啊？一切听凭王上旨意。好了，你们都退下吧，寡人累了。诺。儿臣告退。你们好生照看父王。诺。田青。老奴在。王上身体要紧，你要多多费心。诺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像效忠王上一样效忠新君。老臣明白轻重。那好，你下去吧。诺。母后。母后，你怎么了？王后文的心里忽然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恐惧，她想起了很多年前父亲老魏王曾对她说过的一句话：人生啊，不如意的事太多，因为活着是个艰辛的事情。文儿，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一切都异常的顺心如意，那就是麻烦要来了。我没事儿，走。在这波谲云诡、风云变幻的时刻，却有一个人正在山野间孤独地跋涉。王禅要回到魏国，他要找到恒娥。在山野间，他能更加清晰地面对自己的内心，他能更加从容地判断天下纷争的脉络。对对对，好，铺好铺好，再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好，嘿，今日劳烦大家，日后必有重赏。谢太子。母后近日烦恼，今日定要让母后开怀。这可是韩国的幽荷香。回太子正是。好，一会儿摆得远些，
让它淡淡的飘来，母后定会喜欢。诺。对，果子，果子多摆两盘。果子，哎哎，好好好，哎，不错。嗯。恭迎王太后。儿臣拜见母后。臣妾们为新王庆贺，也为王太后祈福。谁是王太后？太子已然继位，王后您不就荣升为王太后了吗？混账！我老了吗？没。我成寡妇了吗？贱妾该死，贱妾该死，贱妾该死！母后，这些与他们无关，都是红儿的意思。你们都下去吧，太子留下。诺。我的父亲曾经跟我说过，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太多，因为活着是件艰辛的事情。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一切都异常顺利的话，那就是麻烦要来了。母后，父王不是已然决定禅让了吗？如果你父亲的病是伪装的呢？那怎么可能啊？如果，我说的是如果。儿臣不敢想。母后，那儿臣做的岂不是？母后，母后，救救红儿，救救红儿，母后。红儿，现在的情势不明，我们只能静观其变。从今天起，你要睁大眼睛，看清一切，要表现得敦厚谦卑，做一个孝子贤孙，记住了吗？皇儿谨记。王后心中忐忑不安，她能感受到在这皇宫深处似乎在酝酿着一场巨变。作为一位王后，她担忧着权力易主，而作为一位母亲，她则担忧着儿子的命运。皇上，请您去寝宫。皇上。夜间寒冷，喝点热汤吧。今日不知为何，后背疼痛难忍。是不是夜间受了风寒？要不然，是为了我弟弟的迎鼎之事而过于操劳。魏王到周都迎鼎是件大事，难道寡人做些准备不应该吗？
我碰疼你了。你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温柔地碰触我了。等红儿登基以后，让他为你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修建一座行宫吧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会多一些，没有了国师的烦扰，你的病也会好起来。这是你的愿望？我以为也是王上的愿望，难道臣妾想错了？红儿还年轻，在政事上还需要有人指导引领。王后觉得若本王去享乐逍遥，这份重任该由谁来担当呢？王上肯定有想好的人选，那还需要臣妾来操心？我原本的人选是你。王上，你有位好父亲，他教会你如何隐忍，如何决策，哦，还有如何控制。臣妾不明白。我登上王位的那一天，也就是你我大婚的日子，从那天起我就已经丧失了控制的权利，对这个国家，对天下，还有对我自己，我都无法把控。你父亲在世时，他拥有这种权利，你父亲过世后，你接替了这种权利。我承认，我确实曾经有过想夺回这种权利的欲望，可现在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一天比一天虚弱，这样的欲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离我越来越远了。我累了，我想放弃了。王上，你厌烦了吗？你是说我作为一个无用君王的每一天，还是指你？我的回答是，是的。你就这么厌恶我吗？我毕竟是你的妻子。不对，是王后，不是妻子。你觉得靠憎恶和怨恨维系的生活可以存在多久？24年。真的是太久了，真的是太久了，真的是太久了。我很想知道他。他，那个卑贱的奴婢，他到底长得什么样？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还是千娇百媚？你以前从来没有问过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，一次都没有。你曾经在梦中呼喊过他的名字。我在梦中呼喊过他的名字？何止在梦中，甚至在与我勉强欢好的时候，你都会叫着他的名字。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我只是他的替身。我不止一次的在想，我甚至傻到以为只要我不提到他，就会慢慢的把他给忘了。要是真能忘了就好了。后来我慢慢意识到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最终事实证明我的怨恨是毫无意义的。
那你为什么现在要问起他？20多年了，就算我无数次的提到他，他的阴魂又能伤到我几分呢？你真的想知道那个让你充满怨恨的事实吗？其实我也已经记不清他的模样了。